好了，我们再玩一题，再玩一题。哇，新娘真的不下来。真输我了。哎，大家要休息了吗？好，玩最后一题哈，最后一题。来，女生度数几度？白眼啊，两只眼睛，那是两只。你好，你老婆是独眼龙吗？两只哦，那都要答对哦。你可以要提示，零度跟一百五。零度，你要直接回答还是要提示？我再提醒你一下。就你要直接回答。零度跟一百五，嗯，零度跟一百五差很多，我想给你抽两个惩罚，是差很多、哦。你要不要提示？因为他现在在外面偷看哦。你确定是零度跟一百五吗？这太难了。哦，要不要提示？外套吗？脱一件的。我提示你两只眼睛。好，一只近视，一只远视。我知道啊，不算提示啊。那你刚差很多，零度跟一百五，你没有讲到远视那边啊，一边近视一边远视，算提示吧，算吧。因为不然他回答都是近视，那就错了嘛，对不对？我有很有诚意跟他讲，有一个是远视哦。我要惩罚，没关系。那你要？对，你还给我皮带啊，皮带是该做一次。我等一下就给你迷你麻到是。左眼三个让你猜一个，右眼三个让你猜一个，怎么猜都猜不对啊！那就拖一，总有机会吧。啊，惩罚了！你要惩罚，那你先答一个嘛，随便盖一个。近视几度？远视几度？近视现在应该是200度。哎，那远视呢？远视怎么算度数啊？远视我不知道，我不是医生，不好意思。那就零度啊。远零度就不用，应该是没有，这样就没有过。负就是讲数字叫正负不管变，远视几度这样子。啊，50度啊，五十啊，嗯，近视200，远视750，成吧。太难了啦，所以你看远视很重，他在从外面一直在看着你，他已经在外面了。要进来吧，我怕他进来跟你讲说今天大家都累了。来，我们接着惩罚哦。他可能要两次都要醉掉，十秒再喝完一杯红酒。你要换吗？还是要那个？要换吗？那我先说一下，谢谢大家的。很多有从台北回来的，对啊，还有从台南的，真的谢谢。啊，最后一个开放给观众的要求了哈、哦、，OK 啦，因为这个这样要求，观众要求的话，惩罚就一定不一样，好不好？那有没有谁自愿要惩罚最后一项？你现在应该都是同事了，应该都 OK 吧？对对对，尽量惩罚，最后一个、哦，最后一个机会了，以后他们就不会，以后他就不会鸟你了。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没有。谁？啊？什么？太夸张了，他们进来哎！什么？不然我们请新娘进来一起做这个最后惩罚好不好？那个，我们请一下新娘在门口而已。门口，谁离门口最近帮忙一下，请新娘进来。然后掌声欢迎新娘，最后问你哦，第三次进场。最后一个惩罚，他想跟你一起同欢。最后一个惩罚抽到是观众要求，那想说两位新人一起在台上被惩罚好。那大家这样新人一在场，应该有更多惩罚可以想啊，比如说抱着他啊，或是什么，就等等啊，再拉一次鸡啊，什么之类的啊，好、哦，还是怎样都可以。那有没有大家有没有什么 idea？ 我数到三，一、二、三，那个。要不要来台上讲？好，
直下嘛，好 ，OK OK， 大家接受吗？我以前直下，然后他坐你上面，他刚都背国宾了，我们五下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因为大家也想回家了，因为我觉得他们送不完呢。来，麦克风欢迎，来五下，来这个场地大给他，够大吗？横着摆，你觉得怎样？观众照相会最好。横着摆，横着摆，对不对？摄影师都讲横着摆。你在干什么？现在不是晚上，你做什么动作？那个新娘最最前面吧，这样子才是正的啊！踩到 ，OK。五下啊、哦，五下就好哈。好，大家一起说。一，好，感谢我们那分段都 OK 哦。二三四五，太累了。好，那可以陆续的往门口，谢谢各位辛苦。